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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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翻开《楞严经》讲义，一四二八，贪求敏感，经文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心爱玄应，周流经眼，贪求敏感。 解释一下，有三男子，这个受音破了，啊，达到了融通内外，也能大用，不着学历啊，原定发明，这个原定就是修智性之定，楞严三昧的定，在三摩地当中，就是三昧当中啊，且动了一个。 不怎么好的念头，就是心爱闲应啊，闲就是闲眼，应就是感应，总是希望啊能感应啊这些圣人，哎，或者是九眼劫来呀、啊，跟哪一位啊佛菩萨比较相应？周流经眼，周就是周遍，流就是流利。 啊，经历的意思，那么精就是精细，研就是研究，周遍流利精细研究，用现在的名词叫做废寝忘食的一直钻研，就是不眠不休的钻研。他那个钻研不是为了啊自己的自信菩提，而是贪求敏感。 明啊，就是明相契合，啊，就是暗字契合，以其感格甚硬。看注解，此第五贪求敏感。修习佛道的人，只要有一个贪字，就不能入涅槃的妙心。这个贪字就是会有能所，也容易啊招这个。 魔来欺骗，贪求敏感，手四季同前面已经解释过了。说彼行人于三摩禅定之中，心爱显应者，这个显就是远啊，也就是指多生远劫，有缘诸圣应其所求，周流精验啊，贪求敏感。 这个周流经验其实就是一心一意的废寝忘食的去研究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是为其一心周遍的流利精细的研究，探求冥相冥相契合，以其感格胜应而已啊。在这里啊，要特别的注意，上一堂课已经讲了。 在这里还是要重复的，就像念佛的人，很多人都一直想要去见佛。在印光大师讲的，这个就是着魔的开始，因为有一个贪字。如果我们念佛念到啊，原定的三昧当中，它就会自然见佛啊，自然见佛。所以，我们念佛的人不懂得这一层道理。 啊，每天都期盼的，原来也想要见见阿弥陀佛了，见到极乐世界了。可是功夫又不成熟，又没有达到原定，又没达到三昧的功夫，也没达到啊念佛的三昧。那么这个一直贪求这个感应，就像印光大师讲的，这个就很容易着魔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：“不问见不见呢？啊，只问心呢？” 定不定，也就是念佛的人呢、啊，要特别的注意，啊，不要去不要去管，说我这个念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啊、观世音菩萨、啊，极乐世界，见到莲花、闻到香味啊，种种的感应，这个方向是错的，啊，就不管见不见，只管你的心的定不定，就是有没有一心不乱，有没有一心不乱。 啊，功夫成片，到了一心不乱，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自自然然的黎命中，你这个神识就转化成净土的一份子，这个就是万法唯心呐、啊。啊，所以是心性还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啊。接下来耳识天魔啊，后德其变，非经复人。 口说经法，啊，看左边的注解，采取一念的贪求，便是定心不密。定心不密，就是让这个魔有有有机可乘呐、啊。哎，定心不密，你就是让这个魔有机可乘，因为他知道你要贪着这一方面的，而是天魔厚得其便，哎。 有戏可趁呢，有法能现，啊，故及非前精密妇人，就是附着在别人的身上，附着在别人的身上，口说经法以应其感也，啊，接下来其人远不觉之魔爪，一言自得无上涅盘，来比丘应善男子处，复作说法。 难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，心生爱染，不能舍离，身为奴仆，事事供养，不觉疲劳。各个令其坐下人心，此是先师本善之事。别生法爱，年如娇妻。 都未曾有，先把它贯穿。其人就是被魔附身的那个人，缘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着魔，所以自己着魔的人一定说别人是魔啊！一言既得无上涅盘。在座诸位，尤其在这个末法的时期，八大宗派兴盛。 啊，出家在家各有能力的各据一方，如果有证件的不随随便便的说，要没有佛的证件的，啊，都会吹嘘自我膨胀，都认为自己拥有的是的是正法，拥有的自己是无上涅槃，现在到处都是这样讲，啊，让你这个末法时期啊，啊，那个依法不依然的很困难。 问题是法很深，你要依法不依人。问题是这个人不了解法，你如何给他说？他依法不依人，他对法完全不懂，所以刚刚出学佛法的人，要没碰到善知识，就会很麻烦。啊、嫁错郎还有救，最多离婚；要跟错师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 那个恶之见呢、啊，像内在的毒啊，除不掉。把错误的知见当作是对的，将来无上的正正正觉的正之见碰到他，他也听不进去，啊，他也听不进去。接下来，所以一言自得无上涅槃。哎，说我们这个末法，常常看到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圣人，来比求应，求应就是贪求名应。 因为他有一个贪执，哎、啊，啊，贪求名应的善男子处，因为他是修圆定三昧、楞严三昧的，叫做善男子处，啊，没有修行怎么能称善男子呢？他行善又懂得佛道，也懂得三昧楞严大定，当然称善男子处咯。 辅作说法，这个被魔附身的人就来到前前面，就辅作说法，能令听众战见啊、呃、其身，其身是什么？就是附身的那个人。看到什么呢？哇，鹤发童颜呐、啊，好像啊，宛如啊啊，深修九正的圣人呐、啊！哎，这就要注意。 暂时啊，就看到那个附身的人，他那个身体突然鹤发童颜，鹤发本来就是很老了，百千岁才能鹤发，可是他的脸看起来像小孩子一样童颜啊。用这个相先给你搞混，让他知道是有来历的，让你承认说他是善知识的，用这个假象来骗你啊。 你看到了这个附身的人，鹤发童颜，宛如身修九正的圣人，就像啊啊百千岁，就像啊哎呀活了百千岁一样，心生爱然呢，不能舍离。哎呀，怎么会头发这么白？可是他的脸完全看起来像童子一样，就这个假象被蒙骗了啊，不能舍离。 不能舍离，宁愿怎么样？身为奴仆，哎，他宁愿自己当他自己的奴隶仆人，事事供养啊，饮食医药卧具呀等等，事事供养，这称为事事啊。简单讲啊，就是一切啊，让呃修行人呢、啊、方便啊，事事供养，饮食啊、卧具、医药啊、行住坐卧都都供养，哎，供养啊。 然后呢，也不觉得疲劳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啊，倾家荡产，哎，倾家荡产呢、啊，啊，在所不辞。为什么？他认为他碰到了佛，碰到了大善知识，碰到了术士的善知识了。看到这个鹤法童颜呢、啊，突然呢、啊，啊，想到他呀、啊。 嗯，的无量劫来的一个善知识，他愿意嗯倾家荡产的，呃，在所不辞的来供养他，也不觉得疲劳。各个令其啊坐下的信众的人啊，心人心就是啊，那个心知道复身的人呐、啊，原来是啊前世无量劫来的啊，师父哎，只、啊、是先师。 知识先师，就是无量劫来是我们的本善之识。哎，本善之识，因而别生法爱啊！这下啊，欣赏到了，又无量劫来今生今世又碰到了，年如胶漆啊，年如如胶似漆啊！简单讲就是无法解开了，得未曾有。 就感觉到说我很幸运呢，我碰到了正法啊，我碰到了,啊,碰到了啊，我无量解来的仙师啊，是我无量解来的善知识，今生今世，我愿意用生命去供养。好，那么整句也贯穿起来呀、啊，我们就一于整个贯穿起来的意思啊，就是诸位看经文，然后我一直把它贯穿起来啊，被魔附身的那个人。 原来也不知道啊，自己着魔，也自己说我已经得到了无上菩提涅盘之道。来到那个心有贪念的人，贪求什么？贪求名印的人，那个善男子处，因为他也是修楞严三昧啊。然后，然后在这个善男子处的前面，那个被附身的人就来到前面，就辅佐说法了。 这个时候就显现一些啊，让你不可思议的事情来迷惑你了，能令听众啊，暂时啊见到那个附身的人那个身体啊，突然之间鹤发童颜，宛如生修九正的圣人，就像活了百千岁一样，仍然是小孩子的脸，因此就觉得太殊胜不可思议了，心生爱然，无法舍离。 灵验了啊！身体啊，啦来作为他的奴隶仆人，来、啊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等等，这个事事供养，也不觉得疲劳。灵验了，倾家荡产在所不辞。然后呢，各个令起座下的信众之人呐、啊啊，啊，都了知啊啊，这个富富着的人原来。 啊，被魔附身的人，那个原来是我们的前世无量劫来的大善之士啊！啊，无量劫来就是我们的本善之士啊，因而别生法爱啊，不知道这个是魔附身的，却把它当做是无量劫来的善知识。年如胶又似漆的，无法解开来的未曾有。在座诸位，你要牢牢记住，只要。 没有开发你的菩提自性的，不能误入不生不灭的涅盘妙心的，不管用什么相来，你都不要动摇，你就要牢牢记住这句话就好。佛法是开展你内在的大智慧的，菩提自性的，不是看了这些相我就认为你是佛，啊，所以这个楞严经一看了以后，所有的众生修行。 就不会走错路，也不会被蛊惑，也不会被妖言惑众所迷倒，才能作为一个正信的佛弟子。所以啊，要推广楞严，要好好的听经闻法，啊，才不会走错路。接下来注看注解，说其人魔父之人，言不觉之魔爪。 一言自己得正，无上涅盘妙果，来比求应善男子处，忽作未说，敏感显应之法，能令听众底下是乍现敏感。为什么乍现呢？其实他是魔附身的啦。当然是乍现敏感呐、啊，显应之事啦、啊。没有看到，让你看到一些稀奇古怪,怪的事儿，你怎么会信得过我呢？暂时看见。 魔复之人呢、啊？哇，鹤法童颜呢、啊？啊，晚而生修九正呢，如百千岁，心生爱然呢，不能舍离。哎，现这个相太迷人了。以现在这个末法这个时期呀、啊，九一百个人呢、啊，就倒九十九个，不可能突破。看到这个相，马上就迷惑了。 他、啊、是不是佛在来的？是不是无量劫来我的善资是在来的？而且以身为奴仆，世世供养，啊，而、呃、不觉疲乏啊，劳累。在此诸位，啊，我们用生命来来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身，是正确的。但是后面还附带一个。 不可以愚忠，愚忠就是说啊，我的听到了佛法声，然后就用请心的依附生命来供养，倾家荡产也不分说这个男人虽然现出家相，到底有没有正知，有没有正见，有没有守住佛陀的戒律？所以现在的人啊，虽然很忠诚。 但是有点愚忠，就是不是用智慧在修行了、啊，就有点感性了、啊，不是理性啊啊！接下来各个令气之模式之中啊啊，坐下的人心呢啊,啊，这个是指持持中之徒心之模糊之人，言是先是师承本圣之善之事啊，哎，无量劫来就是我们的善之事。 别生一种法爱之心呢、啊，法爱之心呢、啊，哎，那所以呢，你要碰到了碰到那一个人呢、啊，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你的师傅啊啊，他说他见到你他就就会告诉你说，哦，我们呢无量意姐来呀、啊，是怎么样？是师徒之缘呢、啊？今生今世啊，我们真的有缘啊，我们呢在啊续于无量意来的师徒之缘，哎呀。 讲的你感动莫名，哎，但是你亲近他久了，哎，没有法，一句法都没有。儒教四期啊，年不可解的未曾有。接下来，这个本来呀、啊，持戒、修定啊、开会的、开佛智慧的，现在放掉了，被迷惑了。说世人愚迷，或为菩萨。 清净其心，破佛利于潜行贪欲。解释一下，这本来修行修的好好的，突然看到这一幕啊，鹤发童颜呢、啊，宛如身修九正的圣人啊，吓一跳。因此啊，世人就是本来修戒定慧、原定的那个人，现在变成愚痴了，迷惑了，把他当作是菩萨。 迷惑或为菩萨，清净其心，破佛的利益。自己啊，本来啊，坚持佛的戒律，现在啊，不持了。哎，也也跟人家哎同意双修法。哎，男把男女的淫欲、男女根当作是菩提道。哎，是破佛的利益，然后定也没了，三昧的定也没了啊。 更不用说讲开佛的智慧了，所以破佛的利益，简单讲就是破掉了戒定慧了。潜心贪欲，重点在于哪里啊？哎，一四三零，世人愚迷无知，或为菩萨，相亲相近其心呢、啊？日新日染其教，信其邪说，破佛利益，邪其邪行。 潜行贪欲，解释一下，说这个人呢愚痴迷惑，没有智慧，或为菩萨，诸位相亲相近其心，底下那个是最严重的，日心日染其教，绝对潜移默化啊，信其邪说。我到日本去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日本，哎。 突然，我看到一对的母女，日本人准备了一些贡品，来到了一块大石头，来到了一块大石头，做什么？就在那边祭拜，就像我们台湾呢、啊，拜了一个石头叫做九头宫啊，石头宫啊，哎，你想想看呢、哦，连拜那个石头不会讲话的石头，哎。 然后就开始啊，制造一些诡异啊。我们来拜了这个石头以后啊，哦、啊，接下来我的媳妇儿啊就生了一个男孩儿，哎，我们的媳妇儿、啊、呢，我们求到姑娘就生了一个姑娘，哦、啊，就一讲就好像越真的一样。这一个人来拜这个石头，两个人来拜这个石头，以后这个石头就变成神了，啊，或者是啊，这棵树，这棵树，这棵树，啊，祈祷这棵树，哎，拜久了。 这棵树好像也很灵。在座诸位，石头不会讲话，树木也不会讲话。人家拜久了，以耳传耳，就会变成很灵。何况那个会说话的人，哪哪一个人会说话的人说我是邪知邪见，我所讲的法是邪说，他会这样自己讲吗？当然不可能了、啊。所以你要有明眼人，要能够分辨了。为什么多听经？ 多闻法有如此的重要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法师要参选，我都跟法师讲一句话：你要有能力分辨你要参的那个人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，那你去参没有关系。你要没有能力分辨对方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，你怎么参呢？他讲的你都全盘接受，你怎么去参呢？ 你都没有能力去分辨呢，所以参学是要自己至少要做一些功课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没有自己啊，听楞眼睛听过五十种阴谋，你去参参看，十个九个倒，他说错你也不知道啊。你听，嗯，蛮有道理的。魔不会讲自己是魔的，他一定讲别人是魔。接下来破佛立。律宜 啊，邪起邪行，潜行贪欲，一四三年。口中好言呢、啊，我于前世以某生当中先度某人，当时是我妻妾兄弟，今来相度，一如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，或言别有大光明天。 佛意中住，一切如来所修居地。必无知者，性是虚狂，疑是本心。哎，现在这个魔啊，知道你请心依附了，现在就出点子了。哎，戴王威，他已讲了，开心被变出逃啊。嗯，的开心被变出逃，国语讲的，嗯，就开始会出点子迷惑你了，讲一些似是而非，反正你也没看到。 讲了无量亿劫，讲了前世，谁看到啊？哎，他就有办法迷惑你。看下来，口中好言呐、啊，看经文，我一千世啊，在某生当中啊，我先度某一个人，当时候是我啊。还有呢，这个七妻妾兄弟呀、啊，怎么样？今特来。 相度我今现现在呀、啊，特来相度。哎，你前世是我的妻子，你前世是我的妾，你前世是我的兄，你前世是我的弟。我今特别来相度你，哎，讲的让你感动莫名，一如香水，那一如香水，一如菩提道上一起香水。所以，我将来呀，啊，带领大家。 回归某一个世界，来供养某一尊佛，哎，然后啊，顺其听众啊，然后啊，大家听了以后，哇，不得了，深深的粘走。啊，说我将来带领大家回归某一个世界，回归供养某一尊佛，哎，顺大家所喜欢听的话题。 或者是言别有另外一个怎么样？大光明天哎、啊，这个就是诈称了，欺骗了，啊！大光明天其实就是异界顶天呐，就是摩天呐，叫做大光明天呐，啊！把异界天呢，把异界的顶天呢，当做佛住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叫做庙称呢，诈骗呢，佛一中住。 佛怎么会住在欲界的顶天那个魔王住的那个天呢？佛一中住，一切如来所修居处，就乱说一通，一切如来通通住在啊六一界的顶天，哎、啊。 所修居地，比无知者就是那些修行而且没智慧，从来不听经闻法的，也没听到佛开示的，没有政治正见的，就信是虚狂，疑是本心。哎，他本来就坚持啊修佛的戒定慧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疑是他本来所修之心，本来就坚持持戒。 坚持佛的利益，坚持三昧的定，坚持开佛的智慧，现在通通丢掉了，把佛的界定位通通丢掉，哎，跟着魔走了。接下来看左边，此诈成敏感、显硬之言，口中号言。我前世以某生当中先度某人，当时是我妻妾兄弟，此诈术啊。 往昔之事，名以一钩千言。今子微汝，也是数生千言。特来相度，一路相随，归某世界，供养某佛，乃顺其贤应之爱。哎，你喜欢搞闲应吗？你喜欢这个，我就顺你的心。贤应之爱，或言别有大光明天者，是即谬子一界的顶天，这个是魔功啊。 啊，把魔宫为大光明天，谬称魔王就是佛。一种止住啊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之基础之处，必无知者信是虚妄啊，其狂之言，以是本修之心顺从魔教，这个就是大大的悲哀啊！没有碰到善知识啊，有这么的悲惨呢、啊？有这么的悲惨呢、啊？ 本来是学佛教，现在搞成魔教了，呃一四三一，此名厉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气比人体弟子已失啊，俱现亡难。解释一下，哎呀，这个此名厉鬼啊，厉鬼就是一衰呀、啊，一衰呀、啊，成险。 啊，也是春夏秋冬啊，啊，也会有季节的替换。那么一衰就成贤，然后怎么样？年老就成魔了，扰乱世人。所以你看看那一些台湾的那个鸡童附身的，你就知道，全台湾省那个鸡童附身的，大部分都是有几个：一，观世音菩萨附身的；二，济公附身的。啊。 三释迦牟尼佛附身的啊，文殊师利菩萨附身的，普贤菩萨附身的，地藏王菩萨附身的，你就知道可信度恰归零啊，等于零，对不对？这个系统来附身的，讲的头头是道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感应啊，你得到一些福利啊，像治病啊、感应啊，但是大多数啊都是骗人的。 啊，我们不能不能全盘否定啊，但是问题不能解决，有时候越陷就越深，厌足心生呐、啊，啊，玩久了他不跟你玩了，哎，厌足了，心生满足了，叫做厌足心生了、啊，气比人体了，这一下子被附身的人醒过来了，哎，我怎么这样子？这个求明应的这个弟子，还有被鬼鬼附身的厉鬼附身的那个师父。 这个师就是被厉鬼附身的那个假体呀、啊，啊，以师为了干了很多的坏事，啊，敛财呀、啊、骗色啦，一个接一个啦，搞了很多的坏事，啊，贪赃啊、枉法啦、骗财啊，敛色啊、敛敛财骗色，俱现亡乱，哎、嗯。 看左边的经文，汝当先劫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你应当预先觉知啊！好好的研读楞严，好好的听佛的劝告，你要应当预先觉知。哦，原来这个是魔，不入轮回啊！啊，魔当然牵引你入轮回了，不会牵引你进入涅槃解脱了，对不对？啊！ 要不入轮回，有十个字，十个字，这十个字做到，轮回就停止。一，远离贪嗔痴；二，远离杀盗淫。就这四个字，你要摆脱六道轮回的痛苦，只有这四个字：远离杀盗淫，远离贪嗔痴，轮回就停止。 就这么简单，这个就是四项。但是问题做起来习气太难了。单单练一个不贪了、啊，那那就是很难了、啊。不贪财呀、啊、色啊、名、食、色呀、啊，不贪容易呀，不贪一切啊，也不贪着你的生命啊，不吝惜你的一切、啊、房地产。单单一个不贪就很难了，再加上啊不嗔，那就更难了。所以啊，文具其实很简单呢、啊。 把复杂的佛的道理回归到单纯的修行方式。如果你能坚持离杀道淫，我坚持离贪嗔痴，那么就只,只要这几个字，就就够你一辈子下功夫的啊！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啊，堕无间地狱。接下来就是贪求静谧呀。 有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力，原定发明，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啊，克己修勤，乐除阴疾，贪求静密。解释一下啊，有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力啊，已经突破了。 色、识境、色因识境、受因识境，哎，所以不着邪力，原定发明了。在三摩的定境当中啊，三摩地就是三摩三昧的定境当中，心爱深入，哎，又落到一个贪，喜欢什么，克己辛勤，就是不借一切辛苦了，希望得到啊佛的圆通，因此啊乐除瘾，因就是。 啊，就像隐在深山里面的阴影呢，这个阴就是等于隐呢，隐藏在啊暗的地方，就是隐藏在没有人发现的地方。寂就是寂寞啊，这个寂寞不是那个新的寂寞，就是表示没有吵杂，喜欢隐藏在非常寂寞寂静的地方，然后钻研啊佛的圆通，贪求静谧。 静就是安静，密就是灵密，灵密也是安静的意思，啊，就是希望离开人群呢、啊，啊，所以很多人呢会住去住这个毛棚啊，也有他的原因，他不喜欢嘈杂，啊，不喜欢攀岩，啊，此第六，贪求静命。 守四季同前，以三摩禅定之中，心爱深入者为三摩定境；心爱深穷气入，克己功夫啊，不计心情，唯望得以深入圆通，乐出阴隐寂寞之处，以求安静啊灵密之修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。 非经富人口说经法，殊不知啊，三摩地中啊，不容起心动念啊，一色贪求，魔得其变；非前精灵密付他人口说经法，啊，耳识天魔后得其变。机会来了，也非经富人负债，在别人呢、啊？负债别人身上不是负债啊。 这个贪求静谧的人，这个身上，哎，来到他前面，口说经法了。接下来，一四三个看经文，其人本不觉知魔爪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。来比丘因善男子出，辅作说法，令其听人各自本业。 或于其处与一人言，如今未时以作畜生。次死一人，于后他为顿令其人，其不能得。于是一众请心亲服，有人起心，以之其兆，佛立外，众家惊苦，诽谤比丘，骂力徒众。 揭露人事，不必积嫌；口中好言，未然啊，祸福即至。极其实好法无私，这一段呢、啊、很重要。其人啊，就是被魔附身的那个人，本身也不觉得自己啊被魔着了，哎，被魔啊啊附身了。一言，我也是说自言。 啊，至得无上涅盘呐、啊！所以现在你可以听得到，到处都说自己呀、啊，多么的功夫啊，多么的了不得，到处都是啊！来比求因呢、啊？善男子处求因呢、啊？这个因就是用简单的啊，希望阴影。哎，希望能够得到静谧之处。这个善男子啊，啊，因为有一个贪念，因此啊，啊，负债啊。 别人身上那个魔就有办法趁虚而入。这来比丘因的善男子处本来修佛定修好好的，修戒定慧修好好的，现在魔要来破坏他的戒定慧了，就在他跑到他的前面来，辅助说法，敷座为说什么法呢？因为他喜欢圆通，注意这个要补上两个字啊，我助座会说圆通之法。 言头之法就可以贯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喽，哎，令其听人啊，让这些听众啊怎么样，各自本业，本业就是树业了、啊，树宿业就前世啊做什么啊的业，让他哦了解，各自啊术士的业力啊，或者是本业，或一其处，以一人言。 哦，或者是在在当初啊，来来来，我证明给你看，也告诉啊，另外一个人啊，说你现在告诉甲说，你如今未死啊，告诉甲说，如今未死啊，已做畜生，不相信吗？那一啊，甲乙丙丁那个一，一赐死一人，这个就是命令一啊，这个魔附身的，为了取信于人，就告诉甲说啊。 你现在还没有死，可是你的畜生呢、啊，形状已经出现了。我怎么证明给你看呢？就命令乙，另外一个人啊，来来，你在他后面呢、啊，把他啊，我们人后面怎么会有尾巴？没有尾巴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他就证明我可以看到你死后的畜生相，你懂吗？哎，来，把那个尾巴把它踩下去。 踏尾就是把它尾巴踩下去，然后就命令假说：“来啊，魔甲啊，顿令起来，来，魔甲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哎，这个魔甲起不能得，完全站不起来，完全站不起来，就如同一仙之道，好像啊，你未来一定做畜生，畜生有尾巴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家看都没尾巴，哎，甲。” 说你这个甲将来会做畜生，命令一样、啊、把那个踩到后面来。可是大家看不到尾巴，踩了以后，哎，甲站起来，命令一踩甲的尾巴，这个甲站起来，站起来，顿令这个甲起不来。为什么？跟他预先的知道未来一样了、啊，他知道你未来会变畜生了，哎。 这个魔啊，不搞两三招啊，你怎么会心服口服啊，请心依附于他呢？于是于众请心轻服。哎呀，大家都看到这一幕，吓坏了。怎么这么伟大呀？这么了不起呀、啊？我们碰到了圣人。哎，只要有人起心动念，一知其照，照就是齐起因。哎，有人起心动念，立刻就知道，一知其照。 哦，你动什么念？哎，除了佛利益外，就是除了不遵守佛的戒律和威仪以外，佛的尊戒律跟威是什么？就是戒定慧啊。除了不修佛的戒律、三昧、智慧、利益以外，怎么样？这些他不修，特别的。 众家艰苦，我修这个苦恨，让你看，哎，让你看，就是啊，像外道一样啊，啊，外道一样啊，啊，裸的四肢啊，拔法、啊、心鼻啊、头灰啊、卧疾啊，等等，我修这个苦恨，看你比丘跟得上跟不上。众家啊，艰苦，艰苦就是吃尽苦头，让你没有办法。结果呢？ 啊！诽谤比丘，骂立徒众，同时啊，哎，诽谤比丘。你看这些修行出家人，受十方的供养，你看跟我们这个、啊养尊处优啊，哎，不能刻苦耐劳，都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吃苦了啊！怎么作为人天的师范呢？嗯，诽谤比丘，骂立徒众，在大众就骂。 哎，骂比丘给在家居士听，啊，骂你头重。那同时呢，这个人也不怕因果，揭露人事，揭揭就是揭发人家的隐私啊啊，哎，这叫揭露人事啊，不必极嫌，不必极嫌，就是表示他很有办法喽。哎，不必极嫌，啊，揭露人家的隐私也不怕啊，种种的。 羁绊，哎，众生的嫌恨，他都不怕。口中啊，好言；口中啊，常常讲未来。未然就是未来的祸，有什么祸会发生？有什么福会发生？几次其实的时候，哎，一一揭露其言，毫发无失，就是哎，非常的准，非常的准。佛陀说，你千万不要把这样的人。 看成就是成就佛道的大善之事，只很简单，只要叫你破戒的，只要叫你破三昧的，只要叫你破佛的智慧的，不管他修什么苦恨，能够讲的头头是道，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讲的多准，都不要听他的。无论他说修了多大的苦恨。 乃至啊啊，日食一麻一脉，日中一时也没关系啊，一一一个月都不喝水也没关系，这个不重要，这个不重要。无论他修多么的苦恨，只要不依佛的戒定慧修的，轰动不要信他。这种苦不能成就菩提，哎，所以你看看现在末法了啊！ 有人呢啊，比丘啊讲经说法了，还大众的毁谤比丘的骂逆徒众啊，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是不是正法就很清楚了。比丘啊有过失啊，必须依照佛制的戒律啊做生结魔，也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一个在家居士啊要打就打要杀就杀，也不是这样子要毁谤就毁谤的，所以这个白衣呀、啊。 如果不听到楞严经啊，就不知道如何来警惕自己了啊！因因为所有的比丘不是圣人，一定会有过失。那么有过失，佛说比丘有过失，行要检讨啊！检讨必须用佛的戒律，必须依佛啊律学的做生节目，是这样子来检讨的啊！不是你在家机事可以打了、杀了、骂了。 哎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一4三三，看住简是其人之魔缚之人呢、啊，本不节制是魔障，一言自己，证得无上涅盘，乃比丘因善难之处，辅助为说圆通之法，令其下怎么样？先现邪或事，令其听法之人各自本业，本业就是术士之业了。这个显通啊。 哎，我能够通达过去世，回其处就是说法处了。特别告诉一个人，哎，我讲你以现金未食啊，以便做畜生啊，恐其心中啊不服，不服啊，跟跟降服的服是一样的啊，不服从的服，这答案是一样的。恐其心中不服，不能降服，就啊，赐命令另外一个人，命令另外另外另一个乙啊。 说次时，咦，一个人来来来，你把他的尾巴踩住了。以后他为人怎么会有尾巴？对不对？因为魔力啊，所吃故啊啊，顿令其人呢啊，岂、啊、不能得？如是验证，一时听众啊，哗然，吓一跳，去倾倒其心呢、啊，而亲扶之。在座诸位，魔啊，没有两三把刷子啊，是不能当魔的。 知道吗？哎，他要有两三把刷子才骗得过你啊！他他没有两三把刷子，他怎么骗骗得过你呢？哎，给了我们呢、啊？哎，那眼睛就是五十种阴谋，就是照妖镜了、啊。哦，以后来我就知道了，管你起得来起不来，我根本就不信这一套。那、哎、他就拿我们没办法了。此显通未来世，他还没有变出生，我已经看到他的未来了。 是否有人起心呢？以致造于何种因缘啊？造啊，就是起识啊，此显通现在世。你动念我，你可知道？魔亦以为能通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是圆通圣用。殊不知圆通圣用，实不止乎此。哎，此中文句，宿命通啊，恐以下科抄写之物，以佛所知的例外。 众家啊，从家艰苦，如断五味，就是五味，就是酸啊、苦啊、甘啊、辛啊，啊，咸，通通，哎，只要有味道的都不吃，酸味不吃，苦味不吃，甘味不吃，辛味不吃，辛就是辣了，咸也不吃，哎、啊，断五味啊，裸四肢啊，哎、啊，拔法，熏鼻，哎、啊。 头灰、卧疾等等，乃故为诡异之行啊。那么有的人呢、啊、说，这个断五味啊，应当是指葱啊、蒜呐、啊、辛渠啊，有的人是这样解释了啊。他这里啊也没有很明显的啊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世间的呃这一些嗯香料类的了啊，香料类的。 啊，我们看一看，参考一下都可以，两种啊都可以解释得通啊。故乃故为诡异之想啊，是头灰啊，卧棘哎，拔发把这头发拔光了、啊，哎熏鼻啊，用这个烟呢在底下嗯熏鼻，头啊啊，火啊烧完了剩下灰，哎，会有一点温度，那、啊、全身的涂满了灰，我、哦、这个极,极有刺啊，哎极有刺啊。 这个外道啊，常常啊显现他的功夫啊，所以说啊，有的人呢、啊、握在铁钉上面，这我看过那个影片，哎、啊，这印度啊，有的人、啊、哇握在这个铁钉上面，后来发现那个也是造假的。乃故为诡异之行，以耸视啊，耸视就是恐惧呀、啊，啊，恐惧呀、啊，诽谤比丘，吃其不能艰苦。你看这些、啊、比丘啊，啊，吃好，穿得好，睡得好。 哪够资格受人供养、受人呢、啊？啊、呃，尊敬呢？要像我，你看我这种苦啊，哎，可以挪四之啊，把法心比头灰卧脊，这些比丘都没没吃我的苦，哪够资格受人供养呢？骂你头撞的，嫌弃无有私心，揭肉人事啊，诸位，揭肉人事就是最损德的，最最损道德的，就是揭发人的隐私。 就是一辈子最没有德性的人，就是揭发人家的私事。揭发人家的私事，啊，又其实只是一件小事呢。啊，一揭发以后，对方受不了了。你看那报章杂志啊，只是一件小事，就一直揭发，一直揭发，当事人受不了了，就去自杀。前几年也是一个啊，歌星、影星啊，啊，唱歌的。 啊，跟某某人某某人怎么样？人家那个是有夫之之妇的呀！啊，跟跟某某人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私通啊？怎么样是？是啊，那个杂志一刊登，对方啊一直去告，也告不赢他。啊、哦，后来他受不了了，就跳楼死了。死了。所以这个媒体啊，很可怕的。啊，虽然人有知的权利。 那么现在啊，的这些记者、啊，如果正确的用，哦，我们人有知的权利，那么这个记者又凭着良心道德，那么我们确实懂得啊，良知良人来做事。那么这个记者，如果啊，为了版面，为了耸动，他不计一切，那么这个记者的造的业是很可怕的，是非常可怕的。 所以啊，这个新闻记者啊，报纸啊，常常登，像今天也是，高雄啊，一个大学生硕士，硕士，现在的景气不好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读到硕士也找不到工作啊，啊，找不到工作，他觉得很惭愧，给父母亲养了，我读到这么高的学历，搞到了 master 硕士。 哎，然后一直找工作，一直搞找，这里找不到，又又给父母亲、父亲养母亲，这样子照顾我啊。那么父母亲呢，都是辛苦的工作者，辛苦的工作者，很辛苦的赚钱养他。他内疚，非常的内疚啊。他说：“我这是活在这个世间呢，只会增加父母亲的这个啊这个痛苦。”就跑去了自杀，死了。 是的，大学生想不开，爸爸妈妈哭到啊啊，肝肠寸断了。你想想看啊，要栽培一个孩子啊，从怀胎十个月，想一想，你你如果要去自杀，冷静想一下，从怀胎十个月，慢慢父母亲。 这样养你，父亲在外面这么辛苦的工作，流血流汗，母亲的双手是全世界最温暖的摇篮。所有的圣人跟伟人都是母亲生的。你好好的理理解，母亲推肝啊，推湿啊，去肝，就是你的大小便是母亲这样子的。你想想看，这样。 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小 baby 这样啊,来啊来慢慢慢慢慢慢的长大。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研修所，爸爸妈妈的期望就在这个人的身上，这样一直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，跑去跳楼，没有工作慢慢找吧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要是这样子的话，早知道要要去跳楼自杀，我叫他来文书讲堂打包，我们的邮件很多，你来打包。 对不对？我给你三餐吃嘛，你说是，没先先我在这里估计的嘛，暂时解决一下你的三餐嘛，你慢慢找嘛，要跑去跳楼。所以啊，这个自杀的人这样跳了，实在是很自私，都没有考虑到父母亲的心，父母亲的心，啊，哭已经来不及了。接下来，揭露人事者。 功法人之隐私，这个最损德。所以在这诸位，对方不让你知道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一直穷追猛打，这个是最伤人的。哦，这一点我做的非常好。你的缺点我不谈，我这辈子的心完全是善，我通通看到你的优点。师傅这辈子讲出来的都是好话，为什么我的心？ 不容许有污染，错是你的事情，错误啊，一定会毁灭的。今天的错误，来日一定毁灭你自己的。师傅也不用讲，你就自己有苦吃了。所以，我坚持佛陀的戒律，在师傅的四周围，我一定用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对待你。啊，你的缺点。 不关我的生死。哎，贤己之心不会口中好言呢、啊，未然祸福者，是说邪祸言啊。其口常好先说未来祸福之事啊。哎呀，什么时候世界末日到了，赶快逃命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什么时候啊，有战争呐、啊，有灾难呀、啊，瘟疫，乱说一通。哎哎，有时候被说中了，这个也不是佛，跟佛法也没关系。 机子其实一一接应，毫发无损。嗯，这个这次算你说准了，哎，说准又准的怎么样呢？哎，所以最近呢、啊，玛雅文化那个长老一直强调，在联合国告诉大家：哎呀，没有世界末日啊！我们玛雅文化是五千一百四十四年左右，先先前三千多年，先后两千多年，加起来刚好五千年，那么刚好是我们玛雅文化一个循环。 啊，所以玛雅的长老出来讲，二零一三年是玛雅文化的啊，是整个地球的一个重新的开始，好的新纪元，并没有世界末日，请大家不要再妖言再惑众了。玛雅文化的长老一直出面这样子讲，啊，我看到那一天，哇，那个报道的很大，玛雅文化啊，长老出来已经否定了美国的 NASA 太空。 太空总署出面否认，否认说世界末日这个是无稽之谈，啊，所以法师哈，如果你对物理、物理学、天文，你不是研究这一科的，最好，这英文讲的 keep silent，点点点点，真的是科学的领域，出家人不适合一直谈，你不是你的专业嘛，是不是？师傅念家主的都要听听看。 美国太空总署怎么发发表，我也不会说用猜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你都爱啊，你都爱听台语的那一首歌。我呢，给公爱娘咪的出呆机啊，就是讲我如果常常啊妄说妄言了，你很快就会出事的。看底下啊，又故为鬼一只言与现实言，翻过来。 一四三四，此大力鬼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气比人体。弟子已示，即现亡然。这个大力鬼有大神通力之鬼，善能惑人。入当先劫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作无见意啊！你应当预先觉知啊，千万不要被欺骗呢、啊，继续入于轮回，迷惑不知而。 堕于无间地狱。接下来，贪求宿命，一世、三世贪求宿命，有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力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之见，勤苦严行，贪求宿命。啊，解释一下，所以有善男子受因虚妙。 不造邪令，年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知，知就是世间人不知的，我能知，哎，见世间人不见的，而我能见，哎，勤苦言行，贪求宿命啊！这这这一段呢，有一点跟两段抄错了。此第七贪求宿命。 首世迹这么说，以三摩禅定之中心爱之见者，亦为世人不知者能知，世人不见者能见，所以不辞勤苦研，研习研究，寻师探求宿命。宿命两个字，好像跟上课禁命两个字有抄写之误。一四三五，尔是天魔，厚德其变，非经妇人，口说经法，其人殊不觉之魔爪。 一言之得无上涅槃，乃比求之善男子臭、处，护作说法，解释一下说：二十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。注意，这里要加两个字，叫做相似经法。诸位魔没有办法讲的法是跟佛一样的，所以你一定要讲相似，就是他讲的法是类似佛法。 诸位，类似佛法是毒药。今天末法时期，如果不通达三藏、悟明心性，所以在座诸位，这个比丘讲的法叫做相似佛法的话的话，这个法师的法不能听。哎，看起来也是叫人家诸恶莫作呢，众生、奉行了，讲那个似是而非，也没有佛的证件。 你没有佛的证件。这个不能听，不能听，啊！就像我上次的比喻，大陆啊，有一对的夫妻呀、啊，上山去采药，采了这个药，正确的药，可以消炎啊，可以解劳，可以怎么样增强体力啊？结果这个根根茎啊，跟那个毒的植物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 内行都能看得出来，这个是正确的药，这个是相似的药。结果他大陆的这个机士踩到相似的药，回去呀、啊、就煎给啊他的儿女和那那个父子也喝了，四个人第二天晚上通通死。这个叫做吸喝到相似的叶子看起来也一样，根茎看起来也一样。 那个相似就是有这么可怕，相似的佛法也是这么可怕，啊，佛陀的正法让你解脱，相似的佛法会让你入魔。有人说：“哎，那类似佛法那不行，佛法就是正法，不能讲相似的正法，相似的佛法，啊。”